国民 Super King， 大家好，他是，我是汪东城，他是，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仁甫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邪正，我是当当黄当辉，最后一位是吴宗宪，掌声鼓励，好，太好了，今天复古风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家为了节目牺牲，对不对？穿上这一件俗不可耐的这个衣服，哎，昨天我半夜收到这个消息，哇，哦，搭了这个衣服大概2个多小时，就是为了准备 old school 的复古风，没有没有，喇叭裤喇叭裤有没有？钻石手表跟我们的这个亮晶晶。讲实在话，这些都不尴尬，是尴尬的是这一双皮鞋。哦哦，老子叫哎，就老哎呢，好老哦。这一双光拍脚的时候会觉得雨天来了。五十年代哦，现在所以我们都还是穿靴子。我家里唯一那一双那个50年代的那一双啊，我爷爷走的时候他穿走，所以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恐怖哎，再就把它拖回来是没礼貌的。阿公，我们想你呀。所以他一直只能穿那双鞋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人家家里阿公的事情，你还拿来开玩笑？你自己笑得很开心呢。你起的头，我们自己还很开心。哎，阿公，你自己笑你阿公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接嘞。对啊，我哪有自己阿公还拿出来开玩笑？我们今天这一集啊，等于是一个阿公专辑。请到阿公出现吗？阿公出现，都是重量级的。阿公出现，你们会吓死。哎，你阿公吗？啊，有阿公啊。是混血的吗？混哪里？混那个综艺大国民，综艺大啊，他看起来像混血啊，对，有像的那个，他也是混血，我有吗？北部的，哎，真的吗？基隆跟八堵嘛，哎，所以是龙八混血，哦，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，我以为你要讲基隆八人，我差点讲基堵。确定我们的主真的是请到阿公，跟金楼没有关系，还是有特别来宾要来了。对对，哎呦，帅哥哦，哎呦，帅哥，参加我们这个我是第一名，他本身也算是第一名。戏剧的表演正点，对对对，歌唱的表演正点，是是。这张新专辑上面花了400万人民币做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来的来宾很多，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阿凯。哦，我以为要抽阿公呢，我吓一跳。阿公真的，阿公真的请出来吗？阿凯认识吗 ？M 班呢 ？AK 嘛。啊 ，AK 就 AK 什么阿凯啊？翻成中文没？要不要重写改成 AK 啊？叫阿凯。阿凯。嚯，那赶快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，好不好？是的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何润东，掌声鼓励。我记得我爱过，掌声鼓励。平台有人颠簸。我记得我爱过，哦，是经历的我，沉默话不多，目送你下车上楼，紧握的泪丝飘落，你的脸一闪而过，直到一些线索，在这个时刻，我忍住没有问出口。我记得我爱过，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，把情绪失控着，把我泪流成河，把你所有些许勉强不得。我记得我爱过，也懂了你感情上的转折，泪湿透了纸鹤，爱斑驳了颜色，而我的心里撕裂。
看到人帅哦，一站出来就可怕，气势就不一样。对，感觉他站在那边有后面有光芒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很多 LED 在那边啊。对对对，没有，你后面真的有光芒哎，这是释迦摩尼跟耶稣有而已。恭喜啊，新专辑唱片是吧？是啊，对对，新专辑叫《我记得我爱过》，嗯，好听好听。对，生命当中哦，有很多段感情呢，是值得聊一聊的，对对不对？你聊那一段，大家都知道不用聊。我也没有想要聊啊，不那一段，你那一段正在怀孕啊？对对对，哎呦，要生了，八月。我们也有偶像大东，来来，聊大东感情生活深刻。在你心里面的那一段感情，其实我虽然很想聊很久，不要让少女心碎，可是大家更想听 Peter 哥的感情。Peter 哥的感情。Peter 哦，原来你的英文叫 Peter 啊，这么 Q 啊？因为太崇 Peter 太崇高了，要就是 double 要 double Peter Peter Peter。没有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东嘛，对，那我可以先。大东先，然后再小东讲。好，大东哎 ，OK， 人家抛球过来，我们就不能再拒绝了。是啊，好吧，来你讲一下。来，那你就要负责讲啊，你刚刚已经握手了。生命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恋情，高中的时候吧。哦，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教哪一科？啊，他教哪一科？不是老师啊。哦，校长。是学姐。学姐，哎，学姐。对，然后。年。因为就是。学姐嘛，然后不太好意思表达，就是对她的情愫。对，哎，那虽然我们常常一起上下学，但是我对她是日久生情那种感觉。是 是。可是直到她毕业的时候，我始终不敢告白。哦。但就是之后她就毕业，我其实蛮难过的。哦。然后之后才隐约听到一些朋友就说，其实那个时候，就是学姐对你也蛮有感觉。哦。所以我就到现在都还蛮遗憾，就是。没有跟他告白，对，所以要把握第一次，如果你心动，就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是。所以你问了这么多，你是要问他跟大 S 之间的关系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是重点吧？对不对？点到重点了，问到这里就要讲一下了嘛。你跟大 S 两个人还蛮搭配的，真的。你看现在戏用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在戏里面一起演嘛。对，所以你看当制作人也很好哎。你看自己当制作人以后，就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女生来演女主角，一定的，对不对？你会找一个讨厌的。你这样子就是侮辱了全世界的制作人。而且我还是新手上路，以后我找女明星来演我的戏，他们一定会讲，嗯，他说都有兴趣。大部分制作人是他讲的，这样。我刚才听到我们制作人在讲的，你想迅速走红吗？我们制作人也这样啊，一定难怪会找那个黄德辉来主持，一定要想出来。不过今天呢，这个发片以外啊，还好像好朋友，你的好朋友，我想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两个我们看好像就是长得帅。然后又高，对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人出来哦，两个 model 又会演戏。那来来，一起来欢迎我们好朋友出场。郭品超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帅，太高了啦。他们呼吸的空气是跟我们不同的。对呀，哎，好像。在他旁边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女生哦，什么就是要抬头看男生的感觉。你品超最近有好像有新作品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刚从内地回来拍完戏。哦，拍完戏，你看最近忙得不得了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两位怎么会变成好朋友呢？我们以前一起拍戏的。对。对，然后那个戏呢，其实很多地方比较苦，所以我们会一起，等于说一起共患难，加油打气。对，然后呢，一开始呢，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呢？因为在晚上的时候，他听到我的房间很吵。哎呦，在干嘛？干嘛时间呢？